香港媒体7月25日报道，近日香港歌手邓紫棋被拍到与绯闻男友 Mark 一起低调逛超市的亲密合影。邓紫棋一身运动装，露出小蛮腰的她看起来减肥见了成效，一旁的 Mark 在身后推着购物车紧紧跟随，有说有笑的两人尽显甜蜜。两人今身着黑白条纹上衣，情侣装搭配很养眼。邓紫棋早先也曾与华晨宇传出绯闻，两人关系要好是音乐上的挚友。Baby, when I know